各位观众，大家好，今天是2月5号，这是民进火拍的《民进编辑部》节目，我是主持人陈小平。今天呢，我们要请一位嘉宾呢，来谈谈中共的这个政治改革问题。这个话题的一个中心呢，是什么呢？就是解读习近平啊，为什么到今天他要。用一句话来说，叫"先独裁，后政改"，或者叫"要领导一切"。这样一种政治上的一种考虑，是基于什么样一种思想得来的？那么我们今天讨论的话题要回顾自邓小平以来往邓小平往下数，一直数到这个什么赵紫阳啊、江泽民啊、胡锦涛啊这些人，他们。的这个关于政治改革问题的一个思路，最后得出一个习近平到今天我们的标题叫被迫领导一切。那跟我们来讨论这个问题的呢，是长安居士。我们先把长安居士请进来。长安先生，你好。哎，小平先生好，各位观众好。前几两次呢，找你讨论问题呢，谈的是经济话题。那么今天呢，我们开始把经济话题转到了政治改革问题的话题。您对这些问题呢，就我观察，你一直有思考，也有自己的一些见解当然，更多的是我觉得你有一些独特的自己的生活的一些经历跟一些中共领导人的以及他们子女的一些交往。因此呢，你可以讲到一些就是说理论幕后的一些故事，能够帮助我们的读者进一步的领会。这个理论背后的一些看不见的深邃的一些问题。那么今天我们讨论这个政治改革问题呢，我知道您呢有一种看法，就是说中共一直在进行政改，你为什么会有这样一种跟别人似乎不一样的一种观点？大家都是认为啊，这个中共啊，其实实际上是一直在保守的，不想政改。真的是在这个70年代末期啊，这个中共政改的那个意图啊是最明显。那时候呢，这个整个文革在结束之后呢，不管是华国锋那时候采取什么手段，比如说大家可能认为是这个和平手段还是政变的手段，去获得个这个政权之后呢。其实那时候的中国大陆啊，整个从上到下都有一种改革的意识，而且都认为非常迫切。就当时是中国这个中共建政以来啊，是首次大家是这个从上到下达成一个共识，就是中共必须要改革。这个改革的话，有这个很多就是也有包括你要推翻共产党，建立一个西方的民主制度。所以那时候呢，大家的愿望是非常明确的。邓小平那个接手之后呢，他就考虑一个问题，就是说，政治改革不能够触动共产党的根本，所以他那时候呢就修补体制，健全体制，而且要这个先行的这个经济这个改革。他认为这个把老百姓的这个经济问题解决了，中国经济发展了，中共这个执政就顺理成章了。所以在当时他有出这个矛盾，他当时选择的邓小平啊，这邓小平当时选择这个胡耀邦啊，他这有不同的一个看法。胡耀邦的看法实际上是继承了这个刘少奇的新三民主义，所以呢，他就要求实行的社会民主制度，就是党内要开放民主，让那些不同的政见的人呢，在咱这个加入到共产党的党内来这个发表意见，包括他当时就是恢复到以前的政协这个方面，而且他提出就是放弃阶级斗争，这个发展民族的经济。这个邓小平啊支持这个胡耀邦的政改路线呢，但在这个当时那是赵紫阳当总理。在赵紫阳去那个执行的经济改革的时候，就遭遇到一个政治瓶颈。这个政治瓶颈其实很简单，就是大家现在看到东北的衰败，东北衰败主要是一个国营企业的问题。当时在东北地区啊，包括一些大的城市，最主要是计划经济。在执行经济改革的时候呢，就遇到这个经济上的阻力。经济阻力其实最主要的是来自于这个政府的官僚。这个在所以在那个时候呢，我党内的这个保守派啊，这个左派势力就要求推翻这个胡耀邦，要求让邓丽群来上位。其实邓丽群在很多方面的主张跟胡耀邦、赵紫阳并没有什么
太大的区别，尤其在经济改革方面。而且邓丽群当时是，做过我算是做过我的顶头上级吧，所以他的主张从经济上是非常的开放的。但是他跟邓小平有一条，就是说，他跟邓小平就是两手都要硬，政治上左的方面不能放松。在后面就是发生了冲突，冲突之后呢，邓小平和陈云就开始讨价还价，讨价还价之后呢，就是把胡耀邦换下来，换下来之后呢，来这个要把这个，这个谁呀、啊，赵紫阳换上去。赵紫阳上位之后，其实赵紫阳有几个比较重要的讲话。赵紫阳当时有一个讲话就是说经济上放活，政治上收紧，以经济发展代替政治改革的政策完全是条死路。他这句话实际上是跟邓小平的观点是相冲突的。他这句话呢是当时在这个体改委的这个全体会议上啊，他讲了一句话，而且他后面说这个通过政治改革实现中国社会向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民主政治转型是唯一的出路。孙中山先生说世界潮流浩浩荡荡是唯一的出路。孙中山先生，这个我现在觉得已经到了我们认真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了。中国必须切实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并且朝着这个目标进行改革。这个目标就是最终要过渡到议会政治。当时那个为了实现这个啊，就是中共的这个官员人员呢，往往是，打着红旗反红旗。赵紫阳当时为了提出这个实现这个目标呢，就提出来，首先提出来，在政务上，在国务院系统设立政务和业务两位官员，政务官员由执政党来任命，大家谁上台谁任命，就类似于美国的这一样。业务官员是公务员，长期不能变的。他说这个实际上这个机制啊，这个建立之后啊，就是模仿这个美国的这个政府的体制。而这种机制一旦建立起来的话，就必然导致政党的一个开放。但是呢，当时呢有一个这个事情就发生了，就是在1987年的时候，李鹏啊一直是得不到这谁邓小平的信任，而因为李鹏他不是邓小平的嫡系，而且呢就有也就多少算是这个周恩来的这个部下，而且是个学生那个出来的官员，所以呢在这个经济上呢邓小平非常不相信他，而赵紫阳呢在成为这个总书记的时候呢，这个他还有一个职务非常重要，就是这个邓小平那个赵紫阳是中央财经小组的组长，当时的这个赵紫阳把着这个权之后呢，就是几乎国务院所有的决策都要向中央财经小组的来汇报，要最后获得这个批准。所以李鹏呢，在他执行他的政策的时候啊，经济这个国务院政策的时候，他最终结果呢，还是要向赵紫阳汇报。所以在双方在工作当中啊，就出现了很多矛盾。当然里面还有一些小的传言的，比如说这个像这个李小荣在西城打架被抓起来，李鹏去要求放人，这些引起赵紫阳对他这个家族的当时的一些形象上的一个不满意。其实这是不是主要的，最主要的是在这个中央这个财经小组这个权力上啊，这个赵紫阳和李鹏发生了分歧。而且李鹏反复说这个既然当时你们提出来党政分家，赵紫阳要专管党务那个党务去了，你不能再抓着这个财经小组，这个所以就管着国务院的束手束脚。所以这个时候呢，李鹏啊就向陈云和李先念的这个求助去了，他要向他帮忙，反复的汇报这个事情。而这时候呢，李鹏还不是这个保守派，但是呢，在当时的话呢，因为赵紫阳只听这个邓小平的，而不听这个陈云和这个李先念的，所以呢，这个李鹏向这个陈云一求助，陈云他们呢就把李鹏抓住了。这是这时候李鹏开始这个向保守派转了，在经济上各方面就开始这个听从这个陈云的这个指示啊，来这个尤其像那个他们这个邓丽群他们这些指示那些谏言呢，就开始跟那个李赵紫阳的提出这个不同的意见。而这时当时还有个重要的事情，就是赵紫阳把那个红旗杂志这个给撤销掉了。撤销掉的时候，这个邓丽群这些保守派势力就没有一个代言人了。这时他们就把这个向他们靠拢的李鹏啊，就抓了过去。在重要的一个关键时候，
这个当时的中国要中国那个当时这个，经济界的四君子啊，这个当时这个他们就提出要政治改革，政治改革，其中一条就是说，国务院呢开始实行的中国物价闯关。这个物价闯关呢，这个当时制定了很多方案，但是呢，在物价闯关的时候，李鹏向这个赵紫阳就发难，当时1988年的8月30号，这个。没有经过这个中央财经小组讨论和同意之前，这个李鹏呢就召开个国务院常务会，向全国发个六条指示，就是在这个中央决策之前呢，他就说了，他说终止物价闯关。所以当时大家都讲的这个赵紫阳啊，这个闯关失败啊，其实是在这个关键时候，是李鹏抢在。这个赵紫阳，这个中央财经小组决定，中央决定之前呢，发布过这个，把这个终止了。而且呢，代表的是陈云。而那时候实际上是赵紫阳这个物价闯关的失败哈，这个矛盾政策出现很多矛盾，当时出现社会造成后面的动乱的时候呢，造成这个民众不满，其实有很大原因是当时李鹏把这个事情提前挑出来，他给国务院跟那个中央政策出现了冲突。所以呢，这个时候呢，这个保守派呢，就把李鹏推到了前台。这个赵紫阳在这时候，他感觉到这出现个问题，他这个等于党政啊，党务的总书记管不了这个国务院了，而这个李鹏呢，已经开始掌握这个主导权了。所以呢，在这那时候呢，他就开始要提出要政治上要加大改革，而赵紫阳就说了，说我们社会主义的国家的人民感觉到。资本主义，那社会主义不如资本主义，这终究是我们要解决的问题。100年也要回答，人类社会的民主应该是越来越发展，一些条件不具备，我们可以说清楚，但绝不能让人觉得共产党害怕民主，不敢讲民主。啊，即使执政的地位不变，执政的方式也必须改变。也就是说，在共产党框架领导的框架下，更多的允许各种社会力量的政治参与。同时建立逐步以法治代替人治，把宪法已经规定的许多好东西通过法律一一的落实。所以呢，这个在那时候呢，赵紫阳隶属提出了什么呢？就是其实是主要是党政分开。当时的这个党政分开啊，其实是邓小平首先提出的，但邓小平提出党政分开是要求这个提高效率，这个把行政效率提高出来。而不是党那个党委决定一切，要让管业务的能管业务去。但是那个赵紫阳啊，这个当时在这个陈毅之他们提出这个威权主义之后呢，他提出一个党政分开，有一个本质的不同。他就是他的基本含义是，党的领导是政治领导，要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啊解决问题活动。这些主张啊，等于实际上要解决一个问题，就是当时这个。彭真被问到的就是党大法大的问题，他当时提出这个问题了，这个实际上就解决一个法律和国家政权这个一个之间的关系的问题，说这个问题呢就要解决，就上就要他要利用人大，就当时万里主管人大的时候呢，来这个把权力啊从国务院转移到这个人大手里头，这是解决他跟李鹏这个之间的争斗的一个问题。所以呢，这个他又提出来了，就是两个决策的，就是党中央决策和宪法名义上人大的这个和政府决策两个决策的中心问题，实现国家权力的重归那个人民代表大会。他就在这时候呢，这个政治体制改革总体设想的时候，他就明确的列出来了，说撤销党委与政府重叠的部门，撤销各级行政司法机关的党。撤销各级政法委，实现党的组织属地化，把国家公务员分为政务、业务两类，中央组织部门不再掌握政府系统人事大权，改革人大选举制度，逐级实现这个真正的自由选举。所以当时这个党内这个李鹏这个国务院的掌权，那个和这中党中央的掌权出现矛盾之后呢，你那个。赵紫阳呢就提出一个，我用人大来恢复这个政府的权力，来跟你李鹏这个来进行这个左保守派的进行斗争，所以在80年代啊，赵紫阳的这个政改路线是非常明确的，
他实际上也是挂着羊头这个卖狗肉，打着红旗反红旗，说在先在体制内呢寻找一个活动的空间，之后呢再借势推进。所以这个当时的改革路线的这个途径啊，实际上是有当时一个非常明显的政治背景，这个当时的历史背景，就是第一，这个邓小平是要同意党政分家的；第二，党内有强大的一个保守派势力。所以呢，赵紫阳后来就说我们的设想是什么呢？是在共产党内，保持执政地位的情况下，如何能够更好的容纳社会的政治参与？Sorry， 我们虽然不实行多党制，但是要尽量的容纳和扩大其他这各种力量的政治参与。不是他后来又说，他说照这个路子走下去，顺理成章的就是开放人大中实现党派活动、党派竞选，权力重归民意机关及选出的行政司法机关。共产党作为执政党，也要受民意的制约，也有下台的可能，也要开放党禁。这些东西啊，这个在当时啊，赵紫阳讲出来的话，实际上是不比现在我们海外的反对派所讲的，落后多少。他是代表当时一个想法，但只是呢，他们没有公开的对外宣传出去。而这个当时这个帮助赵紫阳的鲍同也好，陈毅之好，他们这些人，都已经意识到了。按照这种路线改革下去的话，中国开放党禁、开放新闻自由、实行的多党轮替，实际上是必然的一个趋一个走向。而在当时的，只是在当时那个状况下，大家不能够公开说出来而已，大家都是采用各种那个方法去来这个掩饰自己。所以呢，在整个这个邓小平、胡耀邦、赵紫阳这个时代，赵紫阳的政治改革路径啊，跟着意图是最明显的，而且呢，他就是明确的要改变这个中国的整个这个政治现状，要实行这个全面开放，实行这个美国式的体制。所以呢，在这方面，这个中共啊，在最后在89年六四的时候给赵紫阳安的罪名，实际上呢，如果从在中共的角度来看，实际上并不是差的。只是赵紫阳的当时这个路径啊，没有明这么明确的说出来，没有得到实现。所以呢，在那个时候，中共这个后来出现了，在中国出现个八九六四运动的时候，那个国社会力量跟那个知识界跟各方面还都没有真正的那个明确的意识到这个赵紫阳政改意图。但如果当时能够配合的话，可能赵紫阳这个政改路径啊，能够按照他们执行下去的话，可能89年现在的中国就已经不一样了。89年之后可能会比这个苏联的那个甭解体那个戈尔巴乔夫或者叶利钦的可能更快的实现中国的民主化。这是当时这个在这个那个年代时出现这个第一次的中国的政治上改革的一个整个路径。好，谢谢这一段啊，这个你谈的是邓胡赵啊，这个时期的啊，我有几个问题我要追问啊。第一个问题呢，就是说啊，我们知道这个体制内啊，曾经有一位这个官员啊，后来啊叫官员的自然嘛，后来下到成为民间的一个学者，叫吴伟先生，他写了很多关于这个时期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些东西。那么他呢啊说了几个问题，就是说他捋这个政治改革啊，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就是说，邓小平这个人啊，从来没有想过搞政治体制改革。第一个阶段就是说，他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那个改革的那个东西呢，他是处于跟华国锋政治斗争的一个需要。那么到后期呢，邓小平和赵紫阳发生这个分歧，在13大的这个政治报告呢，被迫纳入了邓小平的政治改革是等于提高效率，以及赵紫阳的政治改革是要实行政治现代化啊，这样两样的一个目标纳入进去。因此呢，在邓小平的评价就是：第一，这个人从来就没想政治改革，而且他还是一个政治体制改革的扼杀者啊。这个问题，我想请你先回答一下。邓小平的这个做事的方式啊，实际上他是用那个比较通常讲是抓大放小，他几乎不处理这个具体的细节问题，他只是定原则。所以他在对于邓小平来说，他大部分的工作时间是在玩儿，
极少部分是在做一个那个一些最主要的一个决定，说在这个事务上处理上面，他没有赵子阳遇到的这么多具体事务。赵子阳当时呢处在上一线，开始是主管经济，主管整个的整个经济改革，而之后他在经济改革当中呢，他深深的被感到有些问题，这问题就引起了他跟这个胡耀邦之间的一些细节上的冲突。虽然两个配合不错，但是呢，他在政治体制上，他还是感觉到胡耀邦在制约着他，而这种制约呢，他就造成他要想改革的一种想法，改革政治上方面的东西。而当他接手这个胡耀邦的这个总书记之后，他也是在想遭受的改遭那个重点的改革这方面，所以他在这个整个在这个邓小平的这个耳边呢吹了不少风。他当时的一个想法就是说，你既然邓小平支持我，而且你同意使用这个党政分开的话，那么我就要在这方面有所突破。他的根本点，赵子阳根本点是在因为经济上遇上的问题，所以呢，他引起了政治上的一种压力，政治上压力要推动改革的压力。所以赵子阳这方面实际上是主动的，他远比这个胡耀邦那时候理想化的那个社民主义这个路线呢，要更进一步，这个更实际一些。所以在这整个这个跟邓小平那方面，他是借着邓小平的力来去推动的政治改革。当然从邓小平来说，他是不管你社会主义也好，共产主义也好，只要这个经济稳定了，这个我在位置稳了，不没有那么多事情了，我可以打桥牌了，这个可以了。但是赵子阳所面临的就是每一个具体的问题，所以在这方面他们所处的环境不一样，而遇上的问题不一样，是赵子阳更比这些人更迫切地感觉到中国的实际问题在哪里，这是当时的一个背景。那关于那个胡耀邦先生啊，通常呢有一种看法，就是这个领导人呢，他对政治体制改革呢并没怎么提倡啊，他更多的是一个就是中共体制里头一个相对人道的一些的领导人，例如说在镇压魏金生的目的上啊，他主张啊缓和一些啊，依法一些啊，但是他并不代表一位就是在中共党内提倡政治体制改革的这样一领导人。你认为这个看法评价怎么样？我觉得我这同意，因为胡耀邦这个这整个事情的就是他就是党内的政治改革，就所谓的把这个共产主义这个列宁主义转变向这个社会民主主义，这是他的一个基本想法。他实际上他并没有从整体社会上像赵子阳那么跃进的话，这么大胆的提出要整个政治上体制改革，他没有，他是让党内要有些民主化的一个制度上的一个健全，这是他的一个，我同意你的观点，自己同意这种分析。那关于赵子阳呢啊，我现在开始啊，这是一个主调，刚才谈的他比较多啊。那么赵子阳先生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第一个，他是在跟李鹏的这个政治斗争中，他提倡政治改革；另外一部分呢，是他跟在胡耀邦先生的这个磨合之中发生矛盾，他想着要搞政治改革啊，这是他导致他做政治改革的一些动机的一些因素啊，这是一个，这是不是这样？另外一个问题，赵子阳先生在台上的时候，他的这个政治改革啊，并不像一些人说的那么好，他只是在晚年下台之后才对这个政治体制进行了更加深刻的一些反思啊。因此呢，对赵子阳的政治改革呢要分两段看，一段是在台上的时候，这个时候他的政治改革呢并不是那么高大上，等他下了台之后呢，赵子阳先生的政治改革计划就有些高大上了。所以你怎么回应这些问题呢？其实看这个问题啊，这跟这个学者的角度和这个体制内这个官员实际实践过的这种官员的角度看法是不一样的。大家很多都对这个中国改革抱着这个一朝一夕就可以迅速解决的一种态度，尤其现在海外也照样还是如此，都希望中国这个一夜变天，一夜就民主化了，像俄国这种方式。但实际上这个中国这个体制内的官员推动这个政治改革这样是非常困难的。这个中国的民众哈，跟这个西方的一些民众确实有不同的，大家可以看到中国百姓被打压的这么厉害的话，中国的民众没有像西方的民众这么直接的像发生大规模的上街上冲突，而都是中国所有政治运动实际上都是有所谓的军师谋士或者说知识分子在参与在其中，
在知识分子的带动下，普通的百姓才发动起来。这是一个这个背景。中国的政治改革很多在当时的时候，都是利用这个政策上和体制上寻找突破口，在有限的空间先扩大这个有限的空间，然后扩大空间之后，找到各种各样的借口，所谓的就是说这个后面会提到有倒逼机制的这种方式，来推动这些改革。说在赵紫阳受到这个经济改革当中受到政治约束的时候，他就是先在党内寻找理论空间和同盟者、支持者，然后这时候在这个所谓的空间范围内寻找的理由，比如说我们中国的经济或者有问题到哪里了，严重了夸大一点，然后呢，他在逐渐的从边四周的去突破。所以在这个突破之后，获得邓小平和陈云他们的承认或默许，或者是不干涉之后，再逐渐扩大空间。所以在这点上，我认为这个赵紫阳啊，他虽然不像他晚年时他这个他所说的这个政治上的这种这么明确，这改革这么明确，但是实际上呢，在跟那个陈毅之也好，或者鲍同也好，他们都有这种政治上整个突破的这种妥协的要求。尤其是在后期，这个陈毅之他们实际上提出了一些政改的一些方案。这种方案呢，虽然没有像现在这个1989年之后那么完整的出来，但实际上呢，我看到一些陈毅之当时带出来的一些文件、一些东西。而那时候呢，像提出那个步骤、节奏那个节奏，都是在目前看其实都是非常先进的。当时首先就提出来个这个有一个非常我印象非常深的，在80年代，他们当时就提出来，在党内进行那个计算机的整个用计算机来进行整理登记，然后把这些利用计算机来进行人员分类，这是他们当时想法，就是筛选这些保守派哈思想界进思想各方面的这种人员，说那种时候能够就提出这种想法来，80年代。都是已经是，我觉得当时已经很先进了，但在当时的时候呢，就是有一个要怎么样去利用这个一些手段来把党内的一些保守派跟那个改革派区分出来，而让他们更能够形成一个改革的一个势力出来。所以当时呢，这是我觉得这个，看赵紫阳的问题上不能够仅仅看到他在台上时的讲话，那时候是比较含糊的，在台上，甚至是隐晦的，而在台下，你在下台之后，可能能够公开的讲出一些问题。这个，但是那个，我记得你这个谈到啊，赵紫阳啊的那种政治改革的这种想法呢，啊，社会力量并未意识到，这是我们都是89年经历过来的人啊。赵紫阳在那场运动他扮演的角色，啊，真的是就是说。从这个社会力量来说，明确的感觉到就是赵紫阳是一个政治改革派这个问题呢，我觉得在社会力量很难认识到这样一种高度。另外呢，就是说这个您认为这个赵紫阳的改革最终的失败是被激进派给这个干扰的，是不是这么有你有这么一个看法？你怎么会认为这个激进派能够干扰到赵紫阳的这种改革？是不是指的1989年？是，我是在认为这个在1989年的出现这个问题上哈，当然我们也亲身经历，小平兄也亲身经历了，在这个过程当中，在一个整个政治改革当中，尽管党内当时出现了激烈斗争，但是呢，并不是赵紫阳一定要下台的，要迫切要下台的，他是受到了威胁，邓小平在那个时候是没人可选的，邓小平也很清楚知道，如果赵紫阳下台。保守派会上台，他是没有退路的。他在相对选择的时候，他宁可选择赵紫阳，而不愿意选择保守派。这是他跟陈云两边的一个斗争的一个选择。所以在那个时候呢，我们必须要承认，就是说，这个陈毅之他们所率领的一批青年，这个少壮派这个学者有激进的，同时社会上的力量，包括民间的力量也有激进的。大家回忆这个89年时候，其实最开始的时候是赵这个李鹏挑起来的，李鹏率先要追究赵紫阳打高尔夫球，那个赵大军、赵二军他们在海南搞彩电的事情。之后，由于这个年轻的知识分子开始反弹，这时候
才把矛头转到了李鹏身上，才开始转到邓小平身上。其实真正转到邓小平身上的时候，是有一些激进派在利用这个把苗头到转到邓小平，并不是这个鲍同和这个陈毅之他们要转到邓小平身，他们很清楚知道邓小平是赵子阳的保护伞。说在这时候，一些激进的派想尽快要促进中国变革的人，包括也比较用心的人开始挑动这事情，最后呢，把这个学生的力量介入进来，在学生当中就激进起来，造成这个整个的改革，这个赵子阳的温和的转型一下子变成个激进的一个街头运动了。说在这方面，我一直认为，当然那个。我当时作为体制内的一个官员嘛，被参与这些事情，并不了解学生这些这个当时的一些内部情况，只是在到美国之后逐渐才清楚一些事情。但是我一直认为，体制内那种温和的改革，那种借机行事的改革，打着红旗反红旗的改革，在当时如果能顺利进行下去的话，它可能要远比这个现在这种状况要好得多。而实际上，在整个改革当中过程当中，在社会上激进力量的一些，尤其体制外的一些力量的介入，造成了整个这个89年的这个转型出现个问题，造成了这个保守势力有了一个借口，而这个借口最终就是逼迫这个邓小平把赵子阳换掉，整个体制内重新换血，这样的话呢，整个也实际上是延缓了这个整个中国的进那个改革进程。好，现在我们开始进入到江泽民时期啊。有一种看法就是，江泽民时期呢，政治改革是欠账的啊。那也有说呢，他的三个代表是政治改革，所以我想请你谈谈江泽民时期的政治改革问题。其实江泽民上台，大家都知道是非常有突然性的，这是那个邓小平、陈云、李先念他们一个协调的结果，这个把这个江泽民推了出来。所以江泽民当时那个也是心怀忐忑，这个不知这个未来结果是好是好是坏的一个情况。但是我们从这个看呢，这个那个江泽民实际上跟赵子阳的经济路线上是没有什么太大区别的。而且在某些方面，可以说江泽民推进的起来，像是比赵子阳更大一些。大家我们看到这个私有化，在当时这个赵子阳在时代时，那个讨论过私有化，但是都是非常小心翼翼，而且没有这个真正形成一个文件，如何推进私有化，而是这个当时只是让那个个体户和这个私人的那个合法化。到了江泽民时代，经济改革是完全就是把私有化推到了日程，这是实际上是从那个，用理论上讲，这个生产力决定了生产关系，而生产力改变了生产关系，是整个把这个中共这个经济社会上的经济形态进行彻底的改变。所以，我从这点上来说，从经济改革来说，江泽民的这个经济改革超越了这个赵子阳。尽管他在政治上他没有这个放开，但是呢，他为下一步的这个政治改革打下一个非常好的基础。当然，这个路线呢，实际上是我个人的一个，据我个人的了解和这个观点啊，其实是曾庆红的一个思路。这是就是说，曾庆红的这种政治跟那个经济上的改革的思路，实际上已经超越了赵子阳的想法。这就是年轻一代更胜于老的一代的一种想法。而且呢，曾庆红曾经讲过，就是说，我们现在这中国的目前的这个状况落后了这么多，我们就是可以不顾一切照搬这个美国模式，先搬来试试，也不要搞以前的洋为中重，在大清朝的洋为中重害个大清朝，我们就直接用上去，用10年20年不行，我们再退回来，而不是要先用的时候就混合起来。说这是当时这个少壮派啊，比这个赵子阳更年轻一代的这个改革这个官员改革者的一个想法。所以当时那个在这个江泽民地位稳定之后啊，曾庆红就推荐了王沪宁。这个在1995年的时候，大家可能会记得，就是海外的反对派有一批人开始回流到中国去了，中国大陆开始对这个海外的反对派呢，就是开放，就是小范围的开放，就是真的当时就是有很多人，都开始返回到大陆，所以那时候呢，通过上海回去的，对，对，通过上海途径，大家可能都记得这个是都是通过上海，当时就是曾庆红这个开始的一条路子。
所以呢，这个在这个时候呢，就是开始一点它内部的一个摸底。当时的那个中国的经济状况啊，还不是很好，社会环境还是不是很好。所以当时这个江泽民、曾庆红就采取一个方式，就是说用经济压倒政治，不提政治的事情，来以经济为主。所以呢，在出现了很多问题，就是政治问题，经济解决。所以这个也就是讲这个当时这个江泽民说来这个，闷声发大财，从那时候就开始了。所以在那个时候呢，中国就开始整个经济发展。当经济发展一定时候呢，确实又再次遇到了这个赵子阳所遇到这个他这个政治瓶颈问题，政治的体制上对这个中国经济发展呢遇上了大的问题，就是说以前允许的雇佣那个三五个人的一个小资那小业主。到个经济发展时，要需要雇几百人、上千人的时候，上万人的时候，他又会遇到一个政治上的一个那个束缚，而且更重要一点就是说，那些大的企业主雇在共产党眼睁眼闭的情况下雇个上万人的时候，他已经形成当地一个重大的一个经济的支柱了，他对整个政府的地方政府的这个财政和政治决策都有影响了，所以这时候这个江泽民遇上就这个严重的问题。他在这个，尤其在山东拷问这个问题的时候，他就2000年，这个江泽民在山东就说了三个代表，要让那些大企业家加入共产党。这是当时这个山东开座谈会的时候他提出来的，他之后2001年又再提出来，到了2002年的时候呢，就正式的这个三个代表，说那时候呢，等于是就是把这个中国大陆这些发展起来资本家、高级知识分子。跟一些不同的一些党派的一些这个观点人要纳入到这个共产党，他那时的这个试图的要解决的问题就是，把中共的一个革命党啊转变成了全民党，而当时推出这个理论的这个是遇到了很大的风险，而这个理论的这个最早的这个这个给总结者呢就是这个王沪宁，说在这个时候其实王沪宁。他非常清楚的知道，中国共产党一旦把三个代表纳入其中的话，这个政党的历史上就用这个使命已经结束了，原来的中共已经死亡了，只是一个不换那个名字的一个新的一个这个全民党要出来了，所以在当时这个党内哈、啊，这个保守派啊，这左派啊，非常反对这个江泽民这个势力。而当时的中国经济状况还有个问题，就是一个瓶颈，就是当时这个朱镕基提出个砸三铁嘛，那个砸三铁造成了国营企业的大量的倒闭，这个而且医疗保险的商业化，这个学校商业化，这个退休的也不管了，所以当时那个中国经济状况啊非常不好，就那个在那时候的党内就是对大家都知道一个那个很重要的一个事情，就杨白冰啊当着很多这个将军的面就讲。江泽民，你这个王八蛋，你这个，政这个三个代表是政治垃圾，是改变共产党的性质。所以当时就是当时这个党内的反对派对江泽民实际上是非常的这个痛恨。我那时候也写了一些文章，专门写三个代表，我认为这是个好事儿。但是呢，海外这个反对派的流亡人士啊，实际上对江泽民的三个代表是不太这个感冒的。而且反对人也非常多，但是呢，有一个人是值得称赞的，就是魏京生。魏京生说了这句话呢，说当时这个说这个话，说这三个代表呢，他就说这个中国共产党啊，已经要改编为成个官僚资本那个阶级政党。这个江泽民代表呢，三个代表是顺应了这个大形势，不是拍在脑袋想出来的馊主意。这当时我记得就是。魏京生的当时在好像是在美国之音还是大纪元那个《新唐人》报道那个采访时说的这个话，但是呢，这个我们的这个老前辈啊，苏绍志先生啊，他在这说了，他说这个三个代表和中共伟大、光荣、正确的口号一样，是大话和谎话。这个当然，曹思源呢，我们跟曹思源见面时，曹思源就也说也痛骂三个代表。就是当时在洛杉矶，我和吴凡在跟曹强见面，我们谈聊聊天时，而且那个后来曹强公开提出来说，三个代表是写入宪法是一种倒退，当然我是不同意这个观点。
我们那个一位民，我这不好意思说这个民运的一位理论家也是说，这个说了这个，江泽民提出三个代表，认为是共把江泽民提出的三个代表认为是中国共产党向社会民主党转化，这种说法是没有根据的。另外一位，这个我们那个在纽约的这个徐水良，他就说了，他说这个江泽民用三个代表口号冒充理论，实际上他连口号都不是。对，他们这个实际上海外这个对江泽民这个三个代表实际上是非常不感冒的，是非常反感的。当然，我个人认为这个三个代表是非常意义非常重大的，至少在中国这个整个改革的过程当中，它会起一个非常阶段性的一个指标作用，就是把这个中国的整个这个社会这个政党这个基础给改变了。当然，他那个海外的反对派和这个民众呢，也许没有认识到这个问题，或者是由于这个立场上问题呢。当然，那个只要中共说的做的事情，我们都要反对。这个变相这东西，这是一个我们可能有一个误区。所以在那种情况下，这个江泽民和曾庆红实际上受到了党内很大的这个压力之后呢，推出过三个代表，那个他们，但是他们遇到个压力，他们没有办法继续推动下去。所以在这个时候，他们就出现了一个方式，就是 WTO，中国这个进入 WTO。就在那个时候，这个江泽民和党内那个一些人呢，就形成一个共识，对这个保守势力的一个反对的一个共识是什么？我们采取倒逼机制。所以那时候，中国出现一个口号叫倒逼机制。当然，这个倒逼机制就是用经济手段和外部的压力来推动中国政治改革。所以这也就是当时啊，中国政府啊，这个在这个江泽民这个默许的下，终极力推的这个不惜一切代价，做出更多大让步，我们都要进入这个 WTO，利用美国来推动中国的政治改革。说这是当时这个内部的一个想法，大家可能都会觉得这个中共啊不应该进行政治改革，这些人其实。我个人的观点，从上到下，其实中国的所有官员都知道体制上有问题，尤其他们在真正执行政策时、推动管理治理中国时，都会遇到不同的那个问题，而且非常棘手的问题。他们也知道是问题在哪里，党内有各种利益集团，尤其那官僚体系啊形成的利益集团非常紧密，造成他们都是出现自己的想法没办法实行。而这些人上台之后，最主要的问题就是要保证自己的位置稳定，所以他们要在保住位置的前提下，能够推动这个中国的一些改革变化，这是他们的首要的想法。所以当他们遇到阻力的时候，他们并不是说每一个领导人都有胆量去大刀阔斧的去执行这个推动这个事情，而是他们采取什么呢？就都是采取迂回政策，所以利用一些政治上的理论上寻找一些空间，拓展一个空间，然后呢，联合一些力量。利用外部的借口来进行改革，所以这就是当时这个中国的政治的现状。所以呢，在这个中国进入 WTO 之后呢，这是到2001年的时候，李鹏是反对中国加入 WTO 的。这个所以怎么办呢？这个为了让人大批准，李鹏呢通过，所以呢，朱镕基跟钱其琛呢就说你就听说李鹏说你们这么多文件，我要人大要批准，你要先给我看。这个朱镕基跟钱其琛就说，跟那个郭永图就说了，你们把所有的文件都给我送上去。所以呢，这个字啊，他们以前都是用我们是讲的小四号的字。说这个呢字呢，你们都用三号字。那个领导人的眼睛都不太好，你要把文件都印成三号字的大小。那个把这个所有的文件用卡车给我一份不落的送过去。所以当时他们有一部分中文的记录文件。谈判纪要，但更多的是英文的东西。所以呢，整个给李鹏送去审阅的时候，他们是用了两个这个相当于那个130卡车，就一个类似解放大卡车，两卡车文件，通通都给搬到李鹏那去了。所以当时的李鹏跟他的秘书看到这种情况下，就觉得非常吃惊，这个怎么把这些东西都搬来一整箱，然后什么时候能看完呢？他们说这就是所有 WTO 的文件，这是我们这些年工作的成绩。所以当时这种情况呢，就把李鹏气得血压都高了。所以他们那个秘书组就没知道他们是这个国务院在刁难李鹏，
所以知明知道是朱镕基跟那个钱其琛的，包括郭永图在刁难李鹏，所以呢，他们就没有办法，就是给他的要看的文件嘛，最后逼着李鹏把 WTO 上签字。而那时候呢，这个郭永图跟那个也很清楚，他在这个体制内这个国务院混不下去了。所以在后来之后，我在德州时开会跟钱其琛、郭永图见面时候，郭永图就告诉我，他要到这个博鳌论坛去，找一个那个非民间的人，他说否则的话我要被他们整死了。这当时体制内的这个那种出现那种情况，所以呢，当时呢，这个我对这个 WTO 问题呢，我是一个这个反对派，所谓反对派，就是因为我反对他出让这个中国这个司法利益、司法权益，为了达到这个目的，而且我认为 WTO 可能对中国的倒逼上可能效果不大，因为中国善于倒江湖，所以把这个事情呢跟老美耍那个手段的话，这个 WTO 最终实现不了中国的政治体上的一个倒逼的一个这种方式，所以当时我写了100多篇，写了100多篇这个文章，这个就讲这个 WTO 这个跟中国政治体制上的一些问题在哪里，结果呢海外是没有什么很多人看了，但是真正对海外反对派是没有多大影响的。相反的是，我党内啊，把这个我的文章以内参的各种那个研究的方式，就发到了党内。所以在当时呢，国内有个口号，就是说如果没看过这个草案的经济文章的这个国务院官员，那就不是这个国务院的这个干部。是有这个，当时所以他们就是把变相的一种出口转内销的方式，来跟国内这些官员们灌输这个倒逼机制政治上的一个作为一个目的。你的观点，你并不赞成加入 WTO 啊，可是啊，但是我不赞成这，因为但我讲的是 WTO 对中国政治上的一个变化、改革，主要是政与政治的一个关系。所以呢，国内是拿它当做一个那个出口转内销的海外一种观点，来倒灌给国内的。所以呢，在这个 WTO 这个整个这个进过程当中，实际上在江泽民时代，他我们可以看到，就是他进行了2大的改革，一个是就是把共产党的性质改变了，就三个代表；其二就是运用这个 WTO 倒逼这个整个的政治制度上改革。说在这点上，如果说中国这个政治改革的话，我觉得江泽民并没有停下脚步来，只是跟我们的想象、跟我们那个期望有差距，但实际上他也是在一步步的推进这个政治上的改革。说这是当时的这个江泽民时代的这个整个的这个过程，而且我们先反过头来看，实际上江泽民在这时代对政治上的宽松程度，要比这个胡锦涛时代要更高一点。这个谈到了十五大报告啊，结果我看十五大报告啊，就把这个法治国家呀、尊重和保障人权啊这些东西呢啊，都给放到那个啊这个进入了官方的这个术语里头。所以说，是不是是在政治问题、经济解决以外，在政治这个价值口号的进化方面啊，这个江泽民时代也有一些进展。所以在这个时候呢，这个江曾的这个政治改革啊，它算是小心翼翼的，是在经历了这个8964之后，中共极不稳定这个政权基础情况下，它在小心的小心翼翼的推进。实际上，它这个推进呢是非常的这个重要。但这个时候呢，这个在推进之后呢，当然这个江泽民后来做了一件事情，就是那个交班，按期这个交班给胡锦涛。但是这时候就产生了一些不同的一些变化。当时那个江泽民呢，实际上想交给这个曾庆红，由他来这个继续推进他们的一个主导这种政治改革的这个跟经济改革，推进中国民主化现代化的一个思路。但是呢，那时候这个胡锦涛呢，作为这个邓小平钦点的这个接班人呢，又在横在一个面前，所以当时的这个，他们没有能力，也没有这个胆量去推翻邓小平的一个钦点的接班人，所以这个而且党内呢，由于多少年来的话，这个胡锦涛这个也这个有些势力，形成一些势力，
这个大量的人跟随胡锦涛人，期望着胡锦涛接班能够把自己地位再上升一步，这个位置再上升一步，所以呢，他也遭到过很多压力。所以当时这个曾庆红接班的这个情况，海内外其实都有过呼吁。我记得这个当时这个海外的这个一些人呢，都也有反对，包括反对派都有些人寄期望于这个曾庆红来接班。所以呢，在这但当然另一方面，有一部分人是期望于这个胡锦涛来接班。所以在那时候呢，这个双方啊进行一很短的一个不到这个半年，有几个月的试探之后呢，最后呢，这个江泽民呢决定还是把班交给了胡锦涛。这个曾庆红啊，在中共党内、体制内外啊，都有一个不错的名声啊。我当年记得吴稼祥先生在哈佛大学的时候，我们常在一起聊这些事情，他就有一句著名的话，他说他买了曾庆红的股票啊。后来这个沈大伟先生批评中国的政治上的这种衰退啊、衰败的时候呢，他也提到了，就是曾庆红时代啊，多少还有一些改革啊。另外，关于曾庆红接这个胡锦涛的这个位置，确确实实海外也流传过啊。那么你这边呢也谈到这样一个问题，看着这个东西呢，还是有多渠道啊，在外面的信息就是证明啊，曾庆红确确实实在这个中共未来的这总书记的位置上，当然这个考虑过，就像邓丽群一样啊，有这么一个过程啊。对，这个预备总书记啊，一个是邓丽群，一个是这个曾庆红啊，这两个人啊。这是江泽民时期啊，江泽民时期呢，你这个评价看是不低呀啊，这个政治问题经济解决啊，这样一个思路。那么我们下面再谈这个，就是说最没有一个作为的这个阶段，就是胡温时期的胡锦涛在这个时期的这个政治改革是不是停掉了呢？或者是说有什么新的动向？其实的，说实话，我对这个胡锦涛啊，本来他应该是我的老上级，因为我也是这个共青团系统出来的，也工作很多年，从那个提拔发展都是从共青团系统出来，因为本来对这个胡锦涛应该是非常尊重、应该夸奖的。但说实话，在如果说我们一个公平的看的话，胡锦涛这个时代是中国的一个非常糟糕的一个时代。在这个当年的这个江泽民呢，这个把这个去决定不让这个曾庆红来接班，然后呢让这个胡锦涛来接班的时候呢，曾庆红曾经有7次和胡锦涛的私下交心的谈话，实际上是把这个人马跟那个构思啊都跟胡锦涛交谈过。也就是说，在这个胡锦涛上位之前，他们达成一个私下的一个协议，就是以江泽民、曾庆红与这个胡锦涛、这个温家宝达成一个私下协议。这个协议什么呢？就是胡锦涛继续推动江泽民他们想实行的政改的这个路线，江泽民执掌军权，这个执掌一段时间军权，为胡锦涛背书，保证他的一个安全。就是执行这个，所以当然这个外界的解读，但很多人的解读就是一个非常截然不同的，就说那很多人认为这个江泽民是把住军权不放，而不给这个胡锦涛全面交权，但实际上，在以我个人的所了解的情况，我现在可以透露一点，就是当时，我曾经跟他们这些当事的这些领导人就有过当面的交谈，私下的交谈。当时我还带了一些这个他们的书面的东西回到给我跟伍凡先生，我们那个看到一些书面他们的一个想法，当然这是他们有一个他们的一个想法，但是呢，胡锦涛内心是否真的接受这个江泽民跟那曾庆红这种安排这种构思不知道，或许他们会认为这是江泽民故意的要给他们一个架空谈，但是呢，但是至少从表面上。胡锦涛是认为这种这个保持军委主席来保驾护航送扶上马送一程的做法，他认为是非常合适的。在那时候呢，就我们就出现一个秘密，这个秘密可能是没有人在公开在对外讲过，就是胡锦涛
那个利用这个当时接过这个曾庆红的这个人脉和势力，开始了这个政治改革的一个开这个准备。就是当时呢，我们可能注意到，就是海内外有一片这个胡温新政的呼吁。这个呼吁呢，不是空穴来风，实际上是有计划的。嗯，在这个各理论界跟这个一些这个反对派势力当中，嗯，都知道这个都有一个写了很多文章，写了很多文章，包括一些呼吁，包括一些建议。其实呢，最实质的工作是什么呢？是当时在这个海外啊，在纽约有位胡安宁，大家可能有些很多人，有些人不清楚的。胡安宁是应该算是中共的这个红二代的一个在海外流亡的一个代表。他是个画家是吧？画家，是一个画家。对，这个他不光是在政界，在尤其在中国的红二代的军界里头，他是非常的这个知名的。所以当时这个是胡安宁。所以胡安宁当时呢是在私下里头跟海外的一些反对派见面，达成了一些协议，然后呢作为一个代表回到国内去，跟国内直接跟曾庆红也好，跟他更高的人，讲白了是跟那个当时的总理级的人物见面谈，当时达成了一个协议是干什么？先建立一个这个国封网，国内并不那个完全那个不封锁，让这个海外的反对派跟国内的一些这些改良派在进行那个内部的一个沟通，先那个公开的一个交流，那个实行一个政治上的合作。对，这个网我听说过，对，后来打架了。对，是。嗯，所以当时呢，这个当然这个资金的来源是由于中共那边过来的。嗯，因为在这个方面，由这个首先那个大家可能有知道这个网上一个著名的一个人物叫卢迪，嗯，当时呢提出来的就是些以这些中间或者中间偏右的人士来作为一个这个网上的这个网的主要的一个观点，当然这些观点是为了打掩护的目的是让这个海外的反对派流亡的反对派和在国内的体制内在这个网络上进行这个一些交流。进行这个公开的一些这个互动，所以当时这是有这么一个过程，但是呢，这个过程当中还是遭到了海外激进派的一个反对。当时呢，这个有一些激进派呢认为这是投共，也有一些认为这是一个这个中共的一个派一个间谍，这是为了打入这个海外民运组织进行间谍活动。当然国内的那些保守派在得到这个消息，也认为这个胡锦涛是试图颠覆共产党，说这种公开的交流。而当时呢就出现一个事情，就是中共的保守派和海外流亡反对派中的激进派联手打压这次这个中共的这个胡温新政，这个可以算是中共呢跟这个海外流亡的这个国共合作。所以这次呢这次合作是首次，这89年以来第一次，这个试探，这个政治那个试探遭到了这个中共保守派和这个海外流亡中激进派的联合这个打压。当时这个徐水良啊，也算是中共这个流亡反对派中的也是算一位知名人士了，他做任过担任中国民联的主席。是亲自到这个 FBI 去举报这个胡安宁接受中共的钱，来跟这个从事反对美国政府的这个活动。那如果是中共出钱的话，他应该到司法部去举报，作为外国代理人要登记的，是这样。胡安宁要登记的，嗯，是，嗯，所以呢，当时呢，这个徐水良是举报，后来之后确实是 FBI 在调查这个事情，嗯，后来这胡安宁被迫就逃亡，又跑回拿着美国护照跑了，逃回去了，嗯。打回中国，这个后来之后呢，当然中国那个，当然内部就大家可能表面看到这个网站出现了很多纠纷，表面纠纷好像是这个这样那样的，实际上真正的本质是由于这个体制内的一些这个保守派在捣乱，不希望出现这种事情。另一方面呢，就是海外的这个激进派也不想出现这个事情，所以呢，在这个事情呢。这个胡温新政啊，就开始这个出现个问题了。
而且呢，这个胡锦涛啊，就被一些人，就有些人这个告诉胡锦涛说，但是我们不能说他挑拨，就是至少是他的朋友告诉他说你要小心了，江泽民是一箭双雕，江泽民军委主席不放下来是对你不放心，而让你在这个时候实行新政政治改革，如果失败了，估计那个江泽民就会把你拿下，而曾庆红马上就会取而代之，你成为这个一个替罪羊。如果成功的话，这个功劳也是江泽民的，也不是你的。而你这个在这个党内现在这么多反对这个事情上，你要小心了，你不要这个做那种那个别人牵给你巴结的事情。所以这个当时这个挑拨这个事情，这种话呢，传到这个胡锦涛之后呢，胡锦涛确实是很担忧，而且呢，因为当时这个状态，就是他在接手之后，他也感觉很不顺手，很多人不听他的，都要听江泽民的话，所以他在那时候呢，他就要求就希望就是江泽民退居幕后，不要再管这事情了。而在那个时候，其实发生了一件非常诡异的事情，就是胡锦涛啊，遭受一次，不成功的非常可笑的一次暗杀，所谓的党内暗杀，他当时就出现了这问题，而且呢，胡锦涛的儿子当时也被人暗杀，当然这个事情看着非常可笑，实际上如果用某种意义上讲，实际上是党内有些人在威胁胡锦涛，而不是真正想杀他们，是威胁他们，通过这个，所以胡锦涛在那时候也遇上了很多问题，所以在那时呢。他就逐渐的感觉压力特别大，他当时就是后来就出现了这个政令不出中南海，这个九龙治水，这出现这个局面，说在这时候就出现了一些非常著名的事情，就是胡锦涛的不折腾。当然，大家很多人理解胡锦涛说不折腾是就是考虑到他对中国社会上各种现象，我们不搞什么折腾事情，稳定社会发展。实际上，当时不折腾的根源。是胡锦涛向党内那个些政治势力那认输，他就宣告说，公开宣告说，我不再进行政治改革的尝试，我不再进行任何这个经济改革的尝试，我就无为而治，什么也不管了。他是一个公开的认输、认罪书，这是罪己诏。所以这个当时呢，是这个海外人呢跟那个国内很多人呢都错误理解的一个事情。所以当时呢，我经常跟那个当时跟那个跟朋友们讲，胡锦涛干什么去呢？他发出个这个不折腾这个话之后，公开宣布这个话之后，他就开始在中南海做了一件非常重大的一个事情。这个重大事情是什么？就是每天在办公室里画图。他画一个什么图？就是要画一个这个花房的图。他要在他的那个中南海住的院子里建一个花房。经过几个月的是精心设计、反复修改，终于把图纸画出来了。然后呢，就让这个中南海的人在那修花房。修这个花房修好之后，胡锦涛一句话说："哎，看来这个花房设计的还是有问题，搁在这里也不好看，拆了吧。"所以大家就可以看到当时胡锦涛的心情。比如说，胡锦涛在不折腾之后。他是自己的折腾什么？自己在折腾自己的花房，他只是排解自己的内心的一些东西。对，历时一年多的时间，胡锦涛是什么没有作为？说这是当时这个整胡锦涛这个所经历的新政的一个挫折，而这个挫折当时与其胡锦涛上台之前雄心勃勃的想做事情的时候，形成一个极大的反差。说这就体现一个什么问题？就是说，胡锦涛。在当时没有十足的权力，而他想政改是几乎不可能的。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中国的时代啊，从江泽民的时代的一个经济格局，一切以经济说话为主，转到了胡锦涛的后面的这个政治格局。也就是说，出现了当中国发生那个灾害、灾四那个灾害的时候，那个温家宝、胡锦涛调动不了军队，这个那时候政治格局就已经形成了。而那时候，中央的领导人想进行政治改革的时候，几乎是不可能的。其实，我们可以想象，胡锦涛这样的人跟谁相似呢？李克强、
吴春华都是跟胡锦涛非常相似的人。胡锦涛虽然掌握了一国之主，成为一国之主，成为总书记、国家主席，他在那种状态进行不了改革的话，胡春华和李克强在对中国也根本进行不了改革。说到后边的时候，就到了这个后面又发生了新的一些变化，党那些那些人在胡锦涛的时代时就看出一些问题出来。看出问题啊，这个问题呢，我们先打住。就是说你谈到了这个胡锦涛啊，在这个时代的这种被迫无赖啊，就是啊，有两个时期我觉得比较重要啊，就是一个是江泽民时期，胡锦涛时期。胡锦涛是江泽民时期呢，有个重要的政治上的变化，就是老年政治开始退出舞台啊。江泽民实际上是有时。就是没有那么像赵紫阳啊那样的掣肘去搞政治改革，所以江泽民，那么你认为是江泽民是在进行经济上的铺垫啊，政治问题经济解决，啊，我他妈有一种观点认为江泽民错过了一次，啊，很好的经济改革。那么胡锦涛先生呢，他想做，确确实实他上台初期啊，那个废除这个收容审查这个制度，大家都知道，大家誉为扶翁新政啊，非常高的一个期望，但是呢。事实上江泽民在胡锦涛时期一直被认为是制约胡锦涛的一个力量，江泽民自己不搞政治改革，还制约着这个胡锦涛从这样来说搞政治改革，是不是这样可不可以这样理解？实际上我认为啊，就那个真正想制约中国经济改革的这个势力啊，并不一定是最高层，实际上是中共的那些啊这个省部级官员都在制约中国，阻止这个中国的经济改革。这个最高层他们首先要求的是稳定，稳定之下他们希望的这个留有自己的一个好的名声，都希望中国改革。但是省部级这些官员他们最重要是什么？不仅是稳定，而且要阻挡别人侵犯他的利益，因为他们在省部级这个官员位置之后已经没有更多的上升空间了，省部级是他们一生的最高的一个位置，在这时候他们所要做的是维护自己的势力范围，培养自己的势力。所以当时在中国啊，真正阻碍的改革的不是江泽民，而是那些省部级官员，而是他们不想让各种政治改革和经济改革的利益上触及到自己的内部集团。所以这是这个整个的这个中国体制的改革上所遇到一个大的一个问题。而这个胡温呢，提出这个政令不出中南海，这个不是说江泽民在阻碍，江泽民也没办法阻碍。真正不出中南海不执行的是谁呢？是那些省部级大员、地方诸侯不听这个胡锦涛的，而胡锦涛没有这个魄力，没有能力，没有讲白了就是没有习近平这种独裁的这种决心跟能力，所以那个胡锦涛。就没有办法在政治上施展他的抱负。好啊，这个刚才你提到胡锦涛时期，他搞不折腾啊，无为而治，最后呢就形成了一种那么类似于啊政治格局的一个局面，然后让江泽民感觉到啊，如果让这个胡春华、李克强这样的人接班啊，会有一种政治上的隐忧。那么在这个方面呢，江泽民又进行了一些新的一轮，就是政治上的一种谋划。那么这个谋划，你觉得是什么呢？其实这个问题在最初提的是党内那些少壮派提出来的，说这个中共那个胡锦涛的无为而治啊，已经导致了政治格局中国很危险了。所以这个时候呢，说这个胡温击鼓传花，我想大家可能看到一些党内的，尤其那少壮派的都提出这个击鼓传花的问题，他们就鼓动这个江曾出面解决这问题。江曾呢，当时也是感觉到这个问题，就是说李克强和胡春华这个，他没办法治理中国，这个将来这个中国会出现什么呢？内乱，政治格局就一定会出现这个地方大员为了各方面靠自己的经济实力来去解决问题，所以当时啊，这个出现了很多诡异的现象。广东率先修改了税法。这个税法在全世界国家的税法是最重要的一个财政的一个地方是不可以修改的，广东修改税法，然后云南更改警徽，把警察的警徽更改了，武警的警徽改了，这表示一个
部队区别于中央武装的。然后在这个重庆，报那个就是大家都知道，重庆知道了，就王立军跟薄熙来把警服给改了，他设计自己的警服，说这都是其实从那个理论上讲都是一个政治割据的一个表现了，都已经出来了。所以呢，在那个时候呢，他们江泽民那个就跟那个一位他的朋友，比他小一代的人，就在上海他的家中就私下说，就问他那个说，你说年轻人呢，你们看中国的未来20年是什么样的？这个李克强主政，你看中国会不会出现分裂？中国会不会出现分裂？当时这个年轻人呢，他实际上是长期住在中国，这个但是呢，他的身份是美国的一个绿卡的身份，经常两地跑，所以他就江泽民跟这个年轻人，就是当然所谓年轻也是50多岁一个人，就是要想征求看到他的意见。结果呢，这个人就说了，说我看将来中国会内乱。江泽民呢就点点头说，你的观点呢，你的看法啊，有可能是准确的，是真的。当时那个曾庆红也是非常担忧，曾庆红就说了，说李克强当总书记，谁会听的话？谁地方上谁会买他账？他说那时候中国要分裂，就是李登辉所说的7国8国，甚至50个国了。所以这是他们江泽在这个私下谈话中都体现这种忧虑。所以呢，这时候呢，这个曾庆红呢就提出，他们都有这个江泽民跟那个曾庆红呢就。他们就提出一个策略，就是选拔一个自己可靠的人，能够有权威的人，说当时的习近平被选进去了，但是呢，当时他们认为李克强跟习近平的配合可能不会很好，而且可李克强的能力不够，所以他们重点放在一个谁呢？放在习近平和薄熙来身上，希望建立一个习薄体制。所以呢，这个但是呢，这个从那个整体上来说，从中共内部来说，把习近平取代李克强本来就惹起一个很大的争议，因为李克强原来是要接班的，要接那个胡锦涛的班的，这是按照那个当初这个组织上的一个梯队排序上是这么培养这么做的。习近平中间取代这个李克强，本身在党内引起争议。如果再把薄熙来再把李克强取代的话，党内就会引起非常大的争议，这会引起很多国际上社会的一些争议。说在这种情况下，就采取一个策略，就是把薄熙来外放，也就是薄熙来外放的时候，薄熙来呢也确实费了不少脑筋，而且这个薄熙来到这个重庆之后一夜白个头，这个所以也是想办法这个解决自己的出路问题。当时呢，薄熙来在这方面上，还是这个自己还是想出一些办法，来说就所谓的唱红打黑这些事情就出来了。说在这时候给薄熙来腾一个空间，而在这种空间时候呢，党内的这个红二代，对薄熙来就抱有了很多希望，而因为当时的看到的是习近平是毫无作为，庸庸碌碌，当然在党内如果不这样做的话，不这样混的话，可能就没办法这个让习近平获得现在的权利。说那时候他们希望寄托在这个薄熙来身上，而那时候红二代这些子弟们的一些出的一些主意，就让大家形成一个薄熙来可能会取代这个习近平的这个可能，而习近平身边的人也感觉到这个威胁，就是认为原来想安排习近平老大，薄熙来老二，这样一个习薄体制，那个习近平管政治，那个薄熙来管经济，说这样的一个体制哈，眼看着就要成为这个薄熙来成为老大，习近平可能会被随时取代的一个情况，所以在一个习的思维跟周围身边的人，跟随个几十年的人都感觉到了威胁，而更可怕的是，胡锦涛、温家宝他感到了威胁，他们一定要安排一个自己人，就是李克强在今后的政权里头。这样才能保证他们的这个安全跟路线。所以呢，在这个时候呢，整个这个社会上的一个体制上面啊，就出现了很多的竞争。这个一方面就是胡温想要李克强保留住这个现有的位置，退而居其次，也要保住这个总理的位置。而这个江跟曾希望出现这个习薄体制，但是习的人
不希望博的风头压过习，甚至不更不想让那个博取代习，说这个就出来这个竞争。就在这种情况下，习近平和这个胡温达成了一个默契，这就是胡温着手在这东北解决这个王立军的问题，从而引发一个突破点，这个让这个薄熙来出局。所以在这时候大家可以看到最早的流传的消息是哪里呢？是这个王立军和他这个原来的老上司在铁岭的那时候的一段故事，就逐渐引发一点点引，所以把整个事件才给挑起来。挑起来之后出现个薄熙来事件，而那时候呢，习在表面上在尊重这个江曾的安排，但是心里头是默认胡温的行动，而胡温是背水一战。而那时候大家就出现了很多问题，包括习近平的材料、家族的问材料在美国出现，而温家宝家族的材料也在美国出现，而更多的包括一些其他的问题都逐渐的在海外曝光。说那时候中共权力内斗已经到了高峰的时候，已经非常那个激烈了。说所以在这个之后就引发这个习近平啊神隐这个一段时间，这不够面去作为一个交换条件，这个在党内进行讨论。说那时候呢，其实在中共的那个几十年当中，虽然这次交班是和平的，但实际上内部这个几派斗争的这个状况是非常激烈，甚至不低于当年的这个文革的一种状态。所以那时候各派力量不仅动用了这个自己的政治势力，也动用了军队，而且动用了海外的那个各方面的力量。所以大家可以看到那时候，海外一些宗教团体的报纸，民运的这些一些观点，各种事件都纷纷出台，而且活动非常。所以这个时期呢，我们就是看到了这个当时这个布局啊，就是说胡锦涛跟这个习近平的布局有他一个先决条，当时一个条件。所以呢，当时呢，由于这个胡锦涛跟温家宝帮助了习近平赶走了薄熙来，所以呢，在他们眼中呢，他们认为他们掌握了习的把柄，习不敢动他，所以呢，就坚持把自己的一些人，包括这个令计划，要安排进这个未来的这个里面政权里面去。说那但是呢，习近平经历了这个之后，他们非常清楚这个。一旦这个留有这个胡锦涛的人马，再有江曾的人马，他将来束手无策，什么也不能干。他可能比这个，胡锦涛更为无能。说在这个时候，他就率先的就是拿令计划来开刀，而这个令计划本身就有政治派别其他派别的人想去杀掉他，去解决他，因为他们把博的这个整个这个人马。20万的培养的几十年，20万的下属都一锅给端了。说在这时候，那个习近平在默认另一派人手对这个令计划来进行这个下手，所以整个这个就是大家都知道这个车祸事件，其他的逐渐就曝光出来，所以整个那时是腥风血雨。所以呢，在那时候呢，到现在来看，基本上这个。胡温这个时代里头全都是反动分子，中央军委也好，国务院也好，那个党办也好，全都是这个腐败贪污分子。胡锦涛跟温家宝这个只有他们两个人生活在这个敌人的心脏当中，周边都是这个就是这段事啊，就是胡锦涛的这个啊这个朝代啊，他不折腾啊，无为导致政治格局啊，政治格局的结果呢是腥风血雨，那么就是一通这个追杀啊。那么到了习近平先生这个阶段，我们最后快这个最后一个小话也到了习近平先生这个阶段了啊。那么他就要汲取啊这个胡温时代的教训，江泽民时代的教训，再往前溯啊，赵紫阳啊，
和胡耀邦啊，以及邓小平搞政治改革的教训。那么用您的话说，他就要先，刚才你也提到了，他一定要先独裁，是不是啊？用你的话说，然后呢，你认为他还会搞改革吗？我认为会的。这个他不，当然我们说这个江泽民这个习近平独裁啊，其实他最根本的目的是集权。他因为他看到了过去各个小组的作用，所以他身上挂了一堆小组组长，我就是中国最多的小挂了头衔的小组长。这是一个他这个集权这个，而且这个小组长有一个非常好的优势，就是每个小组都有不同的少数的握有权力的人。他到各个小组组长，他都有地方是发挥他的作用力。每一件事情，他会跟这，比如说他跟那个 A 小组说，我已经征求了 B 小组的意见，他们集体同意再委托我，然后要跟 C 小组说，我已经获得了那个 A 小组、B 小组的意见，所以可以逐渐逐个的击破这个政治，所以呢，他就可以把这获得自己的权利。当然，这个其实我们要想啊。每一代这个中国的领导人上任，其实都是有他的想法的，他们不会一上来就想，我就只想那个做皇帝，那个保住我现在什么也不做，不是的，他们都会有想法，都有希望改革的，只是不同的观点、不同的方向，采取不同的手段，多少个而已，他们都要做。所以在他们有这种想法的时候，他们都要先培养自己的政治势力，他们没有自己的政治势力，就无法保证自己的这安全。无法保证自己的执政地位，所以他们在头5年的时候，全都是保那个扶持自己的势力，清除异己，所以中国就出现了一个很奇怪的现象：每一任新领导上任之前，必须要杀一个政治局常委，来立威。所以大家就看到陈良宇也好，其他这个不是各政个，治，是政治局委员，政治局不是政治局常委。政治局委员，所以到这一才有立威。等到他们培养了政治势力之后，他们实际上又陷入一个政治那个体制内的一个官僚的一个利益集团当中，他就不想伤害自己培植的人，又不知道怎么去改革了，所以在这个时候呢，他们又不想再给自己留下危险，所以这时候中国的改革哈，他们是有想政改的想法，然后呢就去实施，但到后面的时候，又感觉到政治体制内的一个纠结。说在这时候就看人有没有这个自己的想法，而这种这个培植的话，就是你如果这个中国走这个路的话，它有两条路可走，一个是无为而治，就是像胡锦涛啊，我放任不管，就是从你经济割据到政治割据，政治割据最后结果就是让你大乱，乱到之后呢，反正到时候就有可能政治强人来出现了。而那时候就可能会这分裂成那个什么中国、台湾、新疆、西藏、满洲国这些国，这个强人那个再统一，这是当时一种思路。另一种方式就有可能要出现强人独裁，出现这种那个蒋经国和李登辉结合的方式，先独裁实行政改，然后逐渐的这个政治改革。其实这条政改革和这个曾庆红、王沪宁的思路是非常吻合的，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下，这个其实我要提一点，就是说海外其实对这个王岐山推荐这个《法国大革命》这本书啊，产生了一个非常负面的一个相反的一个误导。这本书是2010年我在这个台湾这个公开演讲提到的，我跟这个林则水在这个大会上讨论过这个事情。其实啊，这个王岐山后来王岐山12年，王岐山这个推荐这本书跟党内，当时是王岐山的目想法是告诉大家什么问题呢？说中国要避免法国大革命的悲剧，要防止政治改革被激进派误导或引导，所以这是他党内，就他在党内说，我们不要受那些激进派跟那个误导。而且要首先要稳定权力，有自己的强权。这是他王岐山提醒这个党内提醒习近平的想法。所以，但是呢，海外这些人那个看到这本书的时候呢，他的误整个的理解整个相反了。他认为是那个王岐山看到法国大革命的这个失败，就告诉中共你不要改革了，你我们不要做这些事情了。
其实是，其实啊，这个习近平的思路哈、啊，大家很早就能看到，就是如果仔细看这个《法国大革命》这本书，然后了解这个王岐山为什么推荐这本书在党内，其实就知道习近平在一上台或者上台之前，他就有一个思路，就是先集权，先独裁，防止避免走胡耀邦赵紫阳的路，而且要防止走这个法国大独裁的这个法国大革命这条路。中他要想成功，要想做事情，就要防止这条路，而且要不要走这个伊朗国王那条改革之路，也不要走这个阿根廷这个秘鲁他们的改革之路。所以这些历史上的一个经验教训都告诉了这个习近平，而且中国这个整个路，这个尤其是这个胡锦涛，他这个十年的无为而治都告诉习近平，要想做事儿，先得集权，先得独裁。这个现在啊，关于习近平先生这个话呢，是一个热点啊，我们以后会详细的谈。但是呢，我觉得有两个问题要追问一下。第一个就是说他集权啊，这是很明显的啊，是吧？那么今天我一看到啊，就是党要领导一切啊，他也要准备写入宪法，我不知道是真假啊。如果是真的话，那么就是一个画蛇添足，因为宪法里已经四个坚持，第一条就是党的领导已经在里头了啊，这一个。还有一个呢，习近平确实在变啊，他在改，但是改的什么东西呢？他给人的感觉他是改回去了啊，他不是往这个啊主流的普世价值的这个领域改。那你怎么看这两个问题？其实啊，我是觉得这个看习近平啊，要看几个方面。这个在中国啊，政治家耍手段，不过国际上也是耍手段耍两面派是非常那个也非常正常的。而且呢，我们看这个习近平路线啊，我们看到的是往回改，它其实是大的动作，他们并没有这中国的改革政治方面小修小改，他是往后嘎，他往后嘎，他嘎的目的是集权。其实啊，我们看到这个中国这个反对派啊，要看这个有两条，我可以给大家推荐大家看，就是说第一个就是说唱红打黑。他习近平这次唱红打黑，借着这个口号，我们大家不知道注意没注意，他一夜之间换了46位省部级的政法干部，也就是说，把从这个各个部委那个政法系统跟这个全国的政法那个书记，他借着唱红打黑这一个口号，就换了46个人，就扫黑除恶，扫黑除恶，扫黑除恶，对，扫黑除恶这个是。所以呢，他这个一下子就是，他是扫黑除恶的这个，他强调什么？打掉黑势力的背景，背后的黑那个势力，他借这个名义算是换了整个政法系统的。另外呢，我们应该注意到，就是2010年呢哈，有一件非常重大的事情，这个大家呢都没有太注意，就是说在2010年中共中央政治局全体会议，在胡锦涛主持的情况下。通过了一项决议，就是关于毛泽东思想的若干建议的意见，这个当时的编号是179号，这个就是17届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第179号议案。这个议案是谁提呢？是吴邦国提的。而那个习近平呢，作为那个联署人，副案的联署人，就是提出来的，实际上是一个共同提出来的。这个决议的内容是我给大家念一下，就是什么呢？是关于党的会议公报、党的工作任务决议、党的方针政策制定、党的理论学习、党的宣传教育、党的政治思想建设、组织建设、政府工作报告、政府有关政策措施决议等文件中，毛泽东思想不列入。这就是所谓说党内一直有争议的排毛法案，就是说在所有政从那开始，我们大家可以注意到毛泽东思想在很少在中央的这些文件当中出现了。这个文件好像很有争议，是真的假的？对，有这个说法，是有争议。嗯嗯。但是呢，一个事实上，就是从此之后，中共的很多文件上都不再出现毛泽东思想这个词儿了。当然这个事情有争议的情况下，
我们应该就考虑到这个一个这个事情，就是说，在习近平上台之后，实际上他很少再提毛泽东思想。他这种，而且我们在看用人的时候，他任命这些中层的干部，很少有保守派，包括从上到这个汪洋，下到他新上任的北京市的书记市长。而且北京的新上任的市长原来是学界的人物，曾经在英国留学过几年。他在清华时上讲话是非常激进的，而且不亚于海外这些民主派人士所讲话的，包括他们教育的在毕业时教育的一个清华的学生如何从小事做起，要隐忍，从而要颠覆中共。也就是他们，当然他不没有直接讲颠覆中共，他要隐忍对从对小事做起，对，从根上啊改变中国社会。这是你的解读，过分解读啊，有可能是你的过分解读。所以呢，当然这个事情呢，当然都有他们的一些根本的思想，而且我们看到这些人的写的文章、写的一些观点理论上，他都不是那些保守派的人物。所以在这点上，我们应该考虑到，就是说，这些人为什么会支持习近平的独裁，而进入这些那个政界，进入他们这些风险性非常高的这高层的政界。所以这个是我想。他们在接受习的这个任命时，肯定都会跟习有过深入的交谈，有过共同的思想。尤其像王沪宁这种理论家，他长期以来的他并不是左的思想，而是一种中共至少在中国时候是偏右的这种理论思想。我相信在中国上，而且这么多年的话，尤其像这个经历了胡锦涛这个时代、吴为日时代，我们可以想象一下，真正让李克强执政的话。中国会改革吗？李克强传位给那个胡春华，胡春华会改革吗？那个时代只有激起民变，只有吴为制早造成那个国内整个的那个经济割据到政治割据，然后起内乱，有人起来，比如说这个像薄熙来这个式的人物，再度出来，可能不是出一个两个，而那时候中国。引发社会动乱之后，才会进行整个的改革，而那时更可能是一个新的强人出来，哎，面临着中国的分裂的情况下，他面新的强人出来，先统一，再把中国这个整向这个民主制度。所以那个时候，但是还有一个同样的可能，就是军队势力做大之后，中国可能在那时候出现一个军政府。像李克强跟那个胡春华都没有政治军队的背景、政治势力的时候，军队可能就会出现这个军事独裁，说这个情况都可能会出现，而那种情况出现，都可能对中国不见得是一个好处。相反，我倒认为，如果能够让习近平先集权独裁，最后推动他走向政治改革的时候，反倒是一个。可行的一个李登辉的跟那个蒋经国式的路线，就是我们在那方面如何去制衡他们，防止这个习近平真正的走向独裁，而要在一定时候促进他这个中国的整个变革，这是我们最关键的问题。这个好啊，这个话题呢，这个下面这个话题呢，我们还可以谈，还可以看啊。这个用一个绝对权力啊，来颠覆一个人类的一个。类似于政治哲学公理的这么样的一个东西啊，就是绝对权力、绝对腐败。那么，在中国的话语背景之下呢，用绝对权力来推进中国的一种变革，这种思路在现在呢，有不少人有这种看法。这个看法呢，我们可以看，我们可以继续争论。那么今天的话题呢，这个时间呢，我们已经差不多了啊，已经是非常长的一期这个访谈啊。这个访谈呢，我觉得很有价值，就是把自邓小平以来啊，中共是否要搞政治改革的这个东西呢？做了一个梳理，当然这是曹安先生的一家之言，也一定是非常具有争议的。那么大体上来说呢，曹安先生认为就是在赵紫阳的时代呢，那是挂羊皮卖狗肉打着红旗反红旗的进行的一种局部修改为主的渐渐逼近的一种政治改革。那么到了这个江泽民时期呢采取的是政治问题经济解决的方式。在政治改革问题上呢，并没有直接正面去突破，但是呢，江泽民先生应用了一系列的方式
去进行这种啊政治改革未来的一种铺垫，例如说啊三个代表，例如说经济改革史无前例的推进，以及用 WTO 的倒逼机制等等啊，这是这个江泽民时期。到胡锦涛时期呢啊，他是最用你的话是最糟糕的时期啊，他们是一个这个啊，虽然有扶翁新政，那也是这个瞬间的这个话就昙花一现是吧，马上就没了，最终导致是十年的这个啊无作为啊，不作为不折腾，形成一个政治格局的一个局面，从而引发啊这个薄熙来事件啊，引发了这个中共史无前例的就是说海外爆料运动等等啊，都跟这个时期的有关系，是这个时间的后遗症。那么到习近平先生时期呢，那么你认为鉴于前面的一些政治改革的教训，习近平先生必须就是说要领导一切啊，先独裁。那么至于独裁之后，你还是认为习近平先生啊会华丽转身，会进行改革的，这就是我们今天讨论的大致的内容。我们谢谢曹安先生，也谢谢我们的网友啊，花长时间的收看收听我们这一期节目。我们呢下次节目再会，感谢曹安先生。好，谢谢小平兄，谢谢各位观众，谢谢大家。再见。嗯。好，再见。